教我的特点，就是在自己有一个问题，也就是说我把这些问题怎么找啊，也还也虽然说他的关系啊，也还我自己在另外的在下一步去作业，还是在抓一些标准上来，我们就是说我们有的目标呢，要这里那就不达到说我们从他那里面就是一些就是家常，他什么他什么拿出来Thank you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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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m Shivaya Namah, Om Manishwaraya Namah, Om Namah Shivaya Namah.
Amén.
Thank you.